38品的现代风居家，将父亲对于家人的温柔关怀，混合着空间布局与软装设计，升值在空间里，创造了住宅与家人更紧密的链接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该如何让厨房放大两倍，创造更清爽开阔的料理环境，再来解析怎样透过巧妙的设计解决男孩房女孩房大小不均的问题，最后告诉你怎么做才能让家族传承的软件与整体设计相融。规划 L 型吧台，创造出更大的空间感，并透过转弯的动线，让油烟可被巧妙阻绝，不至于散溢到客厅领域。把男孩房、女孩房相邻的廊道拓宽，解决廊道狭窄的问题，也间接变动了两间房的大小，打造出方正且均匀的房型。父亲的得奖画作安置在佛堂，并以泼墨山水大理石打造客厅电视墙，形成美好呼应。而传家之宝老爷钟表则摆放在客厅与餐厅之间，形成视觉焦点。富艺空间设计借由室内设计体现父亲的爱，荣获了 A Design Award。在设计师的细心之下，依据使用者的需求，做出细腻分析与观察，投入心思做设计，打造出每一件让居住者满心放心的好宅。